原标题：康熙留800万给雍正，雍正留6000万给乾隆。那乾隆留了多少清兵？自从进入关以后，他们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统治。他们从开始的强盛，又慢慢的走到了灭亡。这中间的起伏都经历了什么？小编给大家慢慢解读。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，它的鼎盛时期就是缔造了康乾盛世。可是在这个时期，皇帝去世后都留给他的儿子多少财富呢？康熙可谓是千古一帝，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高。由于顺治出家当了和尚，于是康熙很小就即位，他也是我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帝王。康熙8岁就登基做了皇帝，这时候由4位辅政大臣辅佐他，16岁就开始执掌大权。康熙的一生可谓是坎坷，一生都在战争中度过。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，康熙首先灭了鳌拜，之后又平定了三藩，又挫败了噶尔丹叛乱，最后还收复了台湾。这些功劳足以显示出康熙的伟大。可是晚年的时候却陷入了皇子争夺皇位的漩涡，再加上那时候康熙施行仁义宽厚治天下，使得官员贪污腐败成风，最后面临国库空虚的地步。等康熙驾崩以后，雍正即位，这时候的国库只有不到800万两的白银。雍正看到这些真是欲哭无泪啊。但是康熙的功劳还是很大的，虽然他有过失，但是和他的功劳相比还是功大于过的。首先，康熙做出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维护了祖国的统一，国家安定，没有了内忧外患，为国家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，也为以后的盛世太平打好了稳固的基础。到了雍正即位以后，大清王朝表面上看上去依旧风光无限，其实内部已经腐烂了，就是一个外表华丽的烂桃子。面对着先皇留下的不足800万两白银，还有官场的腐败，雍正是整夜的睡不着觉啊。为了早日改变这个不利的局面，雍正实施了一系列的有效的改革措施，尤其是在官场贪污这方面，雍正很快就解决了这一难题。是雍正没日没夜的努力，在13年期间把不足800万两的国库变成了6000万两。不过由于雍正手段残忍，嗜杀兄弟和大臣，也使得他留下了不好的骂名。最后雍正累死在了皇位上，正是他的勤奋才使得大清王朝又重新强盛起来。由于乾隆即位比较顺利，没有争斗，所以天下还是一片太平。再加上雍正给他留下的大笔财富，所以乾隆即位以后国库还是十分充裕的。但是到了嘉庆即位时，为何又国库空虚了呢？乾隆早期还是很勤奋的，国家在他的带领下又走上了国富民强的道路，也出现了乾隆盛世的局面。可是一到晚年就不行了，就开始大肆挥霍，仗着国库充足，他以为有花不完的银子，于是开始修建园林，去江南巡视，开始了享受荣华的生活。这样一来消耗了大量的国库存银，等嘉庆即位的时候，国库几乎空虚。不过乾隆留给嘉庆一个人，这个人富可敌国，他比国家更有钱，他就是和珅。这个大礼让嘉庆一下子富裕了起来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